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九龙塘北架山的国宝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位于九龙塘北架山的国宝，今次我们介绍这个复式单位是 G 室来的，实用面积1489呎。由于这个屋苑还是提供复式的单位，所以在九龙塘来说是十分之罕有的屋苑。我们现在望着这个就是饭客厅，客饭厅的面积接近380呎，面积十分之阔落。单位客厅是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因为对出就是我们的露台。现在从露台那里望到出去，除了是望到附近的树景之外，九龙塘的远景都可以望到。单位下层都有一个睡房，它是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采光度不错。一入大门口的右手边呢，就是我们的厨房了。 L 型的厨柜可以摆放很多的厨具，另外一边都预留了摆雪柜和厨房电器。客厅有道门，这个门呢就是入我们的储物室了。特别的地方，它是可以穿翻出去厨房。入门口的左手边就是浴室，它是采用旗杆的设计。现在我们从这个内置楼梯上楼上的睡房层。主人房的面积就相当阔落了，它差不多有250呎。长形的主人房可以分开几部分，靠落地玻璃窗的位置就可以摆放这个双人床，而靠近窗位还有一个露台，它都可以望到这个九龙塘的远景。主人浴室之前这个凹位呢就可以做衣帽间的，可以两边都摆晒衣柜。之后就到我们这个主人浴室了。主人浴室它是采用双星盘的设计。有这个鹅蛋型的浴缸，另外还有旗杆的设计。主人房隔离那间睡房呢，面积亦都唔细嘅。行到走廊嘅另外一边呢，有一个客厕，保留翻收楼标准，系用浴缸。最后我哋就系望埋呢一个小套房啊。小套房嘅景观呢，系望翻我哋安域道一带嘅楼景。小套房的浴室是有窗，保留是用浴缸。今次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